蠓啊蠓，蛋啊蛋，铁板焼鸡，就是这个铁板烧的同乐会，好不容易今仔日来个办起来。主办人陈晓还准备足济个菜色，除了按这个高雄诶采买这个进口的牛肉以外呢，也阁有这个烘三层肉、腌肠、炒花枝、印丝鹅啊。啊，阁有即个海鲜炖饭，另外啊，阁有即个蛤蟆汤，大家大大小小食啊，真欢喜。